喂，要怎么在 YouTube 开直播？选择 YouTube，然后右上角我的账号里面，选择创作者工作室，然后这左边有一个直播，有个小箭头压下去。在直播这里面有三个选项，一个立即直播，一个活动，一个摄影机。我们先看立即直播。我目前是离线状态。离线这附近有一个问号，可以点下去看。如果要开现场直播，请启用启动器。你选择了解情况，准备直播编码器，你必须要下载编码软体，才能在 YouTube 上直播。编码软体能从电脑、摄影机、麦克风来摄取内容。啊，剩下的下面就慢慢看了。这里其他编码器，这个是软体的，那免费的，你点下去。然后写的 YouTube。它在下载。装这套软体，
应该可以啊，快了。创造者工作的最新版本，活动的话就是新增现场或直播。进阶设定上面可以选择。启用慢速的话，它就是每个人发言的时间了。我关掉。它右下角有一个现场直播。哦，这里标题不能空的，那先打一。说明呢，就你随便你打，然后开直播，准备好你现在开直播。喂，哎，你好，现在是米虫直播时间。上面这里有一个网址，可以给大家。然后中间有个加入。积极直播，这里有一个已经完成版，按下去就可以取消了。在摄影机的话，看一下，因为我没有摄影机，所以没办法用。大家有空可以去试看看。米虫直播就到现在。